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棋局呢是第二届 M Lily 孟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决赛五番棋的第四局，由中国的柯洁九段对阵韩国的李世石九段。此前三盘棋呢是下成了2-1，柯洁2-1领先。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刘晓光老师，刘老师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都知道这次啊，这个孟百合杯，柯洁和李世石这个五番决赛啊，非常引人注目。这个原因呢，也是两个人较上劲了哈。之前在赛前呢，柯洁也放出话来，这个使得一时激起千层浪。他说跟李世石，他说我有95%的胜率，这个呢也是一个玩笑话，带成一个调侃的，我自己这么理解。但是呢，这就引起了，一个是对方，再一个呢，媒体也都有渲染，使得这次呢，把大家推得大家都情绪很高，关注这个他们的五番棋。这也而是且，中韩，这是顶尖的。也是代表这个顶尖的高手一个对决，再一个呢，也离这个柯洁呢，他如果赢了的话，对他的后面呢，这个领军人物这种地位啊，可能都有影响对，没错。啊。那么李世石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在世界霸主的地位啊，已经占据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已经获得了14个世界冠军。所以那说，是。他这个棋坛霸主的地位有一度是不可撼动的。那么柯洁呢，赛前放出这样的话来，就觉得这个传奇应该落幕了。所以大家都对他这个是否在五番棋当中有这样出色的表现，觉得很关注。所以我们特地为大家挑选了这盘棋，今天好好的给大家讲一下到底下的怎么样这棋哈，这是第四局我们要讲的。是，前面呢是柯洁2-1领先，第一局是实际上柯洁输了，对，是的，是的，然后他连扳了两局，两局，这是第四盘，而现在，且第一局是掷白棋输了，当时是真的是一下子，使大家对他那个看好的程度一下子落下来，但是后面他连扳两局，表对，现非常好，但是他第二局呢还是有点危险，对，第二就觉得第局，二局他要再输的话，这五番棋就悬了。对，不是说连扳三盘的可能性没有，但毕竟李世石的赢面要大多了。是这啊，赛前的这个话说的是否有点过满大家又了？这个第二盘如果输了，那么就会说你这个说话就马上就被大家要说很多别的话了，对，是所的，以这个他第二盘在逆转了之后啊，真的是一下子倒过来了啊。第三盘柯洁下挺好，不错。那么这现在我们给他讲第四盘，第四盘如果柯洁赢，当然就结束了对，3-1了，那啊。就，所以这个时候看好柯洁的也大有人在，很多。那么现在我们来大家给大家讲讲这盘棋啊，好吧？这是柯洁执黑先执行，黑执黑先行。但一般的来说啊，这个是执黑啊，我们贴七目半，中国规则现在拿白的喜欢的居多，对，所以柯洁本来就是以拿白棋擅长嘛，对，他拿白棋据说是多少连胜来的，很多啊，号称是我是不是记错了34胜了拿白还是多少？反正他说反正很他多基本不输不的，输的就是啊，我记得联赛，但是是不是有那么多？我怀疑他是。就是白棋是比较擅胜长，率很高，对，他他拿输的那几盘棋都是黑棋输的，只有这个五番棋的第一盘才是拿白棋输的，是，然后这个下他白棋有一个那个他这个过去他们，白棋柯洁就这么下，结果李世石也这么下，两个人都这么下，这第四盘了，跟第四前面盘，两盘的布局一样。对，他这个也是在这么大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应该说是较着劲，就都要这么下这个布局，对这个布局都是有研究。结果呢，都是要，你这么下，我也这么下，要像斗气一样。这个下也很有意思，这是一个最近比较流行的，这里后面的变化当然很多，后面什么打入啊，这个打入啊，等等等等，它后面我们就都没有时间来说。但是呢，它反正就这个现象，大家就不。布局不动脑筋，就是下成这样，也是表示一种自信。
现在黑棋高挂了。高挂。啊、这个高挂多数是拐，你要拖呢，它可能顶过来走大雪崩的那个形式。啊、然后你要加工呢，那就是另外一个、下法。但是呢，他们两个之前是低挂。对。前面两盘是低挂，对低挂，现在变了一下，现在变了一下，高挂，这个高挂它也是拐的，嗯，那如果那面加工的，那又是一盘棋了啊，这是拐一个，这个拐当然很大，是，嗯，有打入，有那个打入，这个要摆吗？就不用摆了啊，我们先主要把后面看看，现在黑棋拖一个布局，对，其实白棋这个布局呢，我觉得。他主要是把这个棋局要变得比较均衡，然后不让你黑棋有做大的或者说打入啊这些，他都补干净了，先补掉。嗯。把这个棋局呢拉得比较长一点。拉得比较长一点。不至于一下子就变成激战的那种局面。对。李世石他只要把他觉得可能就是一般白棋啊，都是你只要是平稳进行，这个七目半是有负担，有负担。所以拿白棋的心理感觉不错，他说是先赚了是吧？先稳住，让你来打我，一般是这样的比较好。嗯啊，这样呢是他是脱退，这个是一个普通定式老定式，两边脱，一般是白棋脱，现在黑棋脱三三，两边一脱呢，应该是有区别。这样的把黑棋空多一路，黑棋空多一路，对对，是吧？嗯，是的。这也是个定式，过去我们都下过，下的多了这个。白棋虎一个，再拆三，拆一个，拆一个，然后白棋呢在上面守一个，对，在这儿守一个，守一个，嗯，挺普通的，挺普通的。这个应该说这个早得很吧？对。这个定式多少年前？特别熟，因为我学习的时候就下过这个，多次但是这下完了，是不是白棋一般是在这儿？比如说走一个，有翘起来的，就走在这儿。比如说这个，对，也有在，也有那个，也有这个。比如说这个飞一个，对对对，或者是这一带之类的。这个多，但是呢，这个现在觉得你步调，对对，好像白棋不肯这么下是的啊，也有脱先的，对，是的，有脱先的，脱先应该说是，也是个定式的一种。所以白棋他不肯下这个，他可能觉得就是还原定式的话，他吃亏了。对，那走守一个大的也挺好。嗯，我觉得这是普通吧。对，差不多。但是你黑棋下面在这面继续的，这个也是，这就是定式了。嗯。这是定式，我觉得他这个配合也可以。啊。没有说现在说一定哪一方特别好，还没有。嗯，那如果照以前的下法的话，刘老师，白棋这能靠一个吗？有这样下法，有这个，他上边搬，他上搬，上搬，你先立一个，对，长，对，他跳出来，对，也有这个下法。哦，是。那如果说现在白棋靠的话，就会下成这样吗？还是他会，会打劫呢？你说下了打劫吗？有没有这可能性？啊，那你说那个打劫就是应该不。不会打劫吧？哦，我想应该不会。比如说，你说打劫是这样哈啊，对，黑棋挡下来，加一个，你说一路搬是吧？搬是吧？叫吃，打吃接上，上搬，好像不太容易吧？他找个这个解哈，嗯，找个这个解，把那提的顺下去。对，如果这样的话，那边被穿下去也是很厉害。是，这个恐怕也不好吧？哦。所以一开始还是不要乱开街，看起来。对，这样下来这白棋也厉害。多数是不会那么打劫的。嗯，但这个老丁是，但是尖出来应该说可以吧？小尖，小尖一个实战就是这样下的。实战这个尖一个是堂堂正正的一个丁是。嗯啊，多数我反正这个下过好多次。啊，在我那个当年比赛的时候，多次用过，挺古老的一个下法，黑棋白棋都下过，是，这个有大赛当中也用过这个，黑棋小尖，对，一般都是这么下的吧？就是这么下的啊，白棋压出来，白棋一压出来，然后黑棋跳，这个都没问题，这都是过去的定式，对，然后这个靠呢也是一个最常见的，这是一定要走的。头上先靠一个，对对对对，因为白棋这一带长和跳都是先手，对，所以他直接靠过去。靠一个呢，就是你动不了，你搬了断了，你说你搬这个也这个你不能动，
这个是比较好，好手，这是明手，但是那个实战这个退是应该退那个，实战下一手退这个啊，不，现在黑棋正确的是应该退这个，哦、黑棋应该退这个，应该退这个，对、哦，这是定式。然后呢，白棋接下来怎么下呢？应该。白棋应该大概也就这样了，也就搬一个对对对对，把这个唬住，就这样，差不多就这样，嗯，这个是老定式了，也好像有年头了，这个定式，对对对，有几十年了吧，应该。那你的柯洁他对这个老定式啊，我估计他似曾有印象，但是他下的不熟。对对，但是我怀疑他知不知道是应该尝一个。也可能忘记了，也可能那个什么，他对这个老定式，他可能没预备下这种老定式。或者说他不想下成这样，也有这个可能。不会，他可能是都没有意识到，他是正确的，应该按定式，如果他熟的话，应该是下这个的。他没有下，他像以为是一样单退。这个错误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是有人也多次发生过这个事情，这个也是个常见的那个什么，他以为这个退和那个退是一样的，有不一样，那么就是实战，我们看实战啊，那个李世石呢，他下出来就是因为你这个退呢，实战你退在这里呢，他单退，使得白棋有更强的下法。嗯，这白棋他就不这么照本宣科，他就不搬了，他就不搬这儿了。对，他要走也是跳了。是的。跳已经比这个好了。嗯。更何况他还是要走在这里，他这个也挺厉害的。点一个，他要你这个行啊，他这个要效率。嗯。你要是压呢，他就尖回来也可以，那就这样。您大概可能不会压，是吧？这个他是要下来，他实战走这个。那柯洁肯定是不干了，他绝对是要选择一个很强硬的下法。这个比较强，就是贴一下先。这个李世石他是这个比较凶的，这是可以说是最强烈的这种下法。因为他不管现在黑棋怎么硬，他这里有个几段嘛，所以有个挖段，那怎么都得硬一个。他要求你的形状，他让你那个形状难受。你的最强是走这个，你这个形状这儿多出这个形状不好，本来是个虎的，你看是的，这两个交换白棋便宜了，他要效率上他已经输已经赚到了，赚了，嗯，这是他强的地方，李世石很那个很强，然后呢，他居然还脱先。对，更还是不走，更厉害，把这两个子跳出来。对，这是像是李世石的风格，他喜欢走的强，然后把他的棋的效率充分的体现。他这一代他就是不怕黑棋把他给罩住，罩不住。你搬他就断，你飞他也搬。搬这个，对，他要搬一个啊，然后这打吃街上他就出去了。是啊，这个是有一些那个什么，你飞一个也飞他也搬一个，飞一个他也搬。对，他挡住的话，应该是跑出来吧？跑出来是吧？对，这样是这个是黑棋要黑棋不太对，要小心，要小心，因为你。这个七我怎么觉得是你的要断吧？对啊，断它拐下去，拐下来它就立呗。这个地方还有它是这个地方，它可以弯一下，然后再冲断之类的。对，这个变化我也有点晕，这个变化应该是这个变化我也不知道了。这个白棋要弯出来吗？弯出来了，有可能。我怎么觉得白棋是不是，会有更厉害的招法呢？还有说飞一个的话，飞他不是搬吗？应该是搬吧？还是搬一个是吧？应该是搬出来。这个变化，比较复杂。应该是比较复杂。不管怎么说，你这个形状也不太好。对，黑棋就算他搬了力。你的形状也不太好，对，形状在外面肯定得补棋，你补棋就已经不舒服，还不知道补哪。不像你搬了能粘上，现在你有点是不是？你这个形状下一步没有一个很好的，你大概可能也是顶一个之类的。
也得顶吧，哎，可能是黑棋顶在这儿，还有猴着，哎，你这反正这个也不舒服，嗯嗯，就是说他把你的形状走，再一个关键这招棋太大了，这拆二，你不能留着不走，你要走那儿，你要补完这个一粘，被他要白棋走这个也受不了，嗯，可能是白棋也就这样下已经挺好，挺好，而且这里面看起来也不太对这个棋形啊，对对，回头如果这边有接应，他有可能穿进来，有一个穿象眼的招法，嗯，不，这个不能省，这个双方的一个互相的拆二啊，比如说这样，然后赶紧把这个拆了，这个太大了，这个太大，嗯，这个此消彼长的这个这个拆二要大于那面，嗯，那面折腾半天不如这一下，还是说。那个白棋走的比较积极，嗯，比较强。那你走这个，我觉得那个白棋就不要，黑棋这个不要走了，要走有可能上当。对，有可能上当。走在外面还而且还不是很厚，有可能上当。你那边走被他抢这个不行，所以黑棋必须要抢这个。实战呢，就是说他跳的时候，白棋跳的时候。现在黑棋也不纠缠于那面了，嗯，那你要纠缠那个，刚才我们摆那两个图并不，你搬呢被它断，你要飞的话你落后手是不行的，嗯，所以必须抢这个，干脆那面也不走了，先拆过来，那么这么说你白棋就有可能这都你我不走你也没办法走，说明我这个逻辑推理来说，我说明我还可以。白棋这两步显然赚到了。有可能还行，哦。现在他是跟着走这个，我这个也太大了。但黑棋这个抢两下也不错。白棋跳。对对对，啊，跳一步，嗯，跳一个，嗯。他现在就更不能从这儿走了，因为白棋这个如果断了之后，可以从这边压过来。是。因为这里有一个援军了。哦。所以现在呢，黑棋从这边拐出来了，现在。他怕这个棋不走被压了，你现在飞的话和刚才不同了，有可能这儿多一手，有可能压过来，有那个变化啊，嗯，我是很想冲一下先怎么样，但是不知道这个您现在先冲一下的话，他这个以后冲也可能来得及，哦，这个位置啊，这个是要点，嗯嗯，你不走这个棋啊，飞的话有可能这儿多一个子被他顶断之后就压过来，对，气不够，嗯，如果飞过来，就如果说黑棋飞的话是吧，嗯，现在黑棋飞一个，飞这个，嗯，那不一定行吧，不一定行吧，看得悬呢，觉得我看看首先是这个棋怎么样啊，如果这样，嗯，是不是这样，这个气就挡住，嗯，这个气谁得多，搬那个搬粘，黑棋现在搬一个是吧，对，粘上吧，有可能黑棋多吗，有可能，嗯，有可能黑棋多，对，黑棋多一点气啊，多一气有可能，嗯，主要是这他不能都走着，对，他有可能还能搬一个吧，嗯，如果说那样的话，这个是飞的话，对，白棋有可能搬，然后您挡住的话，这是不是跟刚才不太一样了，看起来这还可以拐一下，这下先别走，先单拐一下，先拐，对，把次序走好了，是，这不能撞景气，没关系，这个棋，对，现在拐一下，比如说他立下来的话，有一定变数了，这个，嗯，啊，这可以猴断，然后可以团打完了，比如说这个先不打，现在啊，行，这个就团打吧，嗯，这不是很简单明了吗？如果他走外面的话，我就是先把可以这走完了，啊，然后给走多这边黑棋没办法，这个轮白棋下那就太容易了，招太多了，嗯，对，如果这样的，啊，嗯，这怎么都不行了，不管你走哪个。那这已经该投了了，这黑棋死光，嗯，这个不行了，这个是不可以的，对，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说跳，把黑棋抢的也是个要点，嗯，他们就是找这个行走，对，就是一眼瞄过去啊，就不用太算了，因为往下算呢，
就知道这个路肯定是不行的。对，哎，他有我们说的是简单的，这反正好几个变化，他总是能找到这个，这是职业骑手一种习惯性，觉得哎，就先找行，不是走这个。如果黑棋刚才想要飞的话，那在人家没跳这个之前，你就应该飞了。嗯，如果人家跳完了，你这个还能飞的话，那你有点过分了，就觉得确实是。啊，所以他还是拐在这儿了。对的，对的，这个可以。对，这棋下到这里之后呢，嗯，接下来这棋这儿还没完呢。嗯，但是接下来这棋呢，到底会下成什么样，这是一个未知数，给大家留点悬念吧。啊，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好，待会儿见。欢迎回来。我们来继续为您讲解第二届孟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决赛的第四盘棋，由柯洁对阵李世石。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对，黑棋刚刚在这儿拐了一个，拐一个是最后一手棋。嗯，啊，现在白棋呢也要往前走，对，因为这个这是一个要点。刚才说封起来不太好，现在白棋跳是一个明显的好手，因为扳呢长啊并不好啊，直接跳。刚合适，这跳一个，黑棋只能硬的。对，这可以。黑棋走这个，然后白棋这个时候你只要顺畅的往前走，对，就挺好。您觉得他是应该我再往前跳一个吗？就挺好。但是呢，这个棋呢，因为他觉得这个棋往前走还有比他更大的地方。对，是的。如果你往前走跳一个，嗯，他怕你黑棋脱先，在这个地方走出来，嗯，这个也是非常大的。嗯，这李世石呢，他是比较强悍的，他干脆就把这个点给抢。这是大家特别的想抢的一步棋，因为这招棋白棋走了，是这个连骗了。嗯，连骗呢，一个是你那边也不孤棋了，再一个呢，形成柿子呢，也是一个时控的，对，变成时控，这是有非常好的变成一个大势了。这就是如果黑棋走了，你这个有可能进攻你，所以这个棋特别大。对，它飞出来，你这里面也变薄了，有可能打入。嗯，所以先抢了再说，只要那个你吃不着我，我就行。这个呢，让对方来吃，其实是给对方难题，不好吃。你吃棋不是说随便就能吃棋的。主要他脚上还是留有一个活棋。对，那个脚上一扳一立呢，那个眼位就挺多，就不太好吃。再一个你要吃，你看现在白棋这个也先手，这个刺一个也先手，这个他本身呢眼位也挺多，你这个他让你来封口啊，不好封。对，那就是这样。对，现在他就让他来封吧，他就黑棋怎么一个在这儿？对，黑棋走在这里。其实白棋这一带啊，他先手很多，他可以利用这个弯，对，也可以利用这个挤完了虎。那个可能都不用，那个可能就算。比如说他接上的话，有可能会这样。但是他有可能单虎一个，可能之类的，那个可能都用不着，可能。不要那个，他说你比如说这个棋啊，嗯，黑棋如果这个地方封了，他有几个点嘛，对，如果你坐在这里，那他尖一个先手，对吧？这很容易，他就长就出来了。是啊，你这穿不断他，这是一个虎口。这是一个，你呢？你还有别的呢？你这就这几个点了，一个跳，一个这个，你要走这个也不行，他跳出来了。走这个也不行，走这个他冲出挡住这个怎么都出去了吧？断一个太容易出去了。断它不好办。打完了接上就行。断它自身，它主要自身还有问题。嗯。所以这个地方实战可能也就最强的了。有拐跳一个也就这样了。对，也就这样。他就是知道你封不着，他呢还贴着你走。靠住。你要搬这个就刚才还原刚才了。现在呢，你这个不可以，你要退也更不好，搬它长。那怎么办呢？黑棋也要这个要小心呢，干脆跳一个吧。黑棋跳。跳一个。对。这个是比较强的。其实跳一个看白棋的出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白棋对。对，如果说你想很简单的出头，你说这么长出去，那肯定是很简单就把你断了。出问题，他要这样的，他要这样。你看他要这样了之后呢，他要这样。对。那可。
不行。对，这被断开了，你要去忙活，那外面几个字就被断在了。对，这个他给你，这个是个形状，你还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哎，他这个旗呢是搬的，其实反而是最好。对，他搬一个，搬一个最好。搬呢，你如果你走这个呢，它是要粘上的。反正冲不断，冲不断，冲挡住我从这边冲出去。它自身，你自身这不行，要被割下来。嗯，哎，冲不断呢，你就有点麻烦。冲不断呢，这个时候在黑棋得想点办法，不能让白棋扬长而去，那黑棋就太失败了，觉得自己。如果你只能这样粘上的话，那他粘一个你也没办法了。哦，这还是断不掉，断了人家顶断你。是。这不太好，哎，打出去也可以。就是他这个扳，就是你必须做出选择，走什么？你要这样的话，你就失败了。对，这就失败了。所以黑棋这个时候必须得想办法。哦，黑棋来一个狠的，他扳了这个，扳这个，这个地方成为一个转换啊，你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作战了，这个地方。对，这个地方，你看他是实战，这个人必须要走这个，必须走这个了啊，粘上。对。挡住的时候，黑棋就要先尝一下，他怕尝不着。如果不尝，你要断的话，我就吃三个了。对，是这样，那可了不得，那不行。假如说现在黑棋断，那我吃，那么白棋把这吃掉，你现在走来不及了，你现在先把你抓掉。那三个虽然冲回来的，但是人家底下是活的呀。哎，对，这可不行。这脚是活的。这个可不好。不能这么下。就算不活，那三个都比这个脚大。哎，就算脚都气了，那三个也了不得。嗯，现在他是必须得先尝，对，这个尝好。嗯，尝呢，你如果粘它断，那就好了。你这吃这三个吃不掉了。哎，对，现在这三个已经是吃不掉了，吃不掉。对。那么它是它粘上，粘着这个，再被冲过来，黑棋冲断。对，形成了一个这个状。哎，这个小这个的慢一点。啊，好。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个关键。哎，对，这个不，这个是必然的。冲过来是必然，对吧？现在黑棋冲，黑棋冲过来是必然，然后白棋这个时候有选择，可以不断是吗？可以不断，可以这个时候可以灵活，嗯，可以灵活，有灵活的选择，我觉得是比较明显的时候，你可以改变一下思路，不一定非要较劲，非要在这儿你死我活，改变一下思路，这个时候可以转身冲一个，我看现在白棋冲一个，冲一个，对，哦，是这样，不要了。干脆不要了。如果说黑棋要吃它呢，必须得搬脚。哎，对，不搬脚没吃掉。对，给你就是要吃，肯定是只有这个了。对，是吧？这个是吃着了吗？应该是吧。应该吃着了。嗯，如果您搬，我就立下来。粘上吧。就粘上，粘上，那就给他吃就完了。嗯，黑棋就粘上。哎，这个那就算了呗。那您是不是就打这个？算了也可以。啊，那个现在我那个脸先不交换，这两下先不交换，对，吃给他了。哦，我觉得这个棋，首先那个没有棋的话，假如没有棋的话，你就补一个也无所谓，无妨。嗯，那都不要了。白棋转到外面去了，这里面其实死的倒也不是很大，一二三四五个，十六、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多目，但是这边就少了很多目了。这干脆不要了，你现在断我也没有用，我打下去，对，是死的，打了挡住，嗯，打了这个断，我打粘打都行，是吧？比如说这样，这个暂时是没有棋的，嗯，这个就正好能够把黑棋的捉住，嗯，那个不用担心，那么这个先保留味道也可以，我以后打也可以，对，打也有先手味道，那个都留着，嗯，哎，那就我看就这种形状往后啊，嗯，这种形状我就守一个，白棋现在就守一个，就觉得这个弃子之后呢，转到外面，哦，这是外面是大的地方，对，啊，我们要下棋要抢占大的地方，对，你退呢我就打住，对。这里面呢没多少目给他，对，是没什么。我要那面呢，那面加起来啊，全局这个棋变成实控了，你的优势出来了。他天目是个负担，嗯，只要不死棋，大家拼控，不需要较劲，非要你死我活。对，这样的话改变这个思路的话，我想白棋优势，白棋挺好。这样下好像黑棋的控就是局限在这两块。你只能对上面一个星为小飞，对，就是，你给我比控了，大家比官子，对，
为什么非要那个就非要跟他较劲？是啊，这而且这个死了之后，这一代白旗奸计都是先手。那是后面的那个，而且里面的味道劫财不说了，那里面味道我以后慢慢来，腾出手来慢慢说。你先在这儿的破破空，都等定型了之后呢再说这个。嗯，你现在嘛，你要是粘的或者退的，我就补一个也没关系。对，是的。那个空多大？那个空成空，在自己虚的地方成空是最好的。对，如果在这前就厚的地方再厚上加厚，这成空是不好的。嗯，你本来就厚了，是厚一般是拿来进攻对方最好，是不要拿来成空，那你的效率就不高了。对，嗯，那如果这样往回推的话，这个黑棋的这串下法，对，你这个弱点藏在这儿是吗？这几个都太凝重了，你看这效率都不高。嗯，白棋这个效率好。那个效率好，形状好，你只是它，你只是这个，对，你都驮到一起了，这样反而白棋舒展了。嗯，你下一步我估计就是怎么打入啊，怎么消控的问题了。是的，哎，我们那个拼命控，我觉得白棋的赢的概率比这个要好。确实，嗯，如果这样下，应该是白棋优势。哎，对，我觉得这样好。嗯，然后他没有这么下，他没有这么下，没有这么下，那就是进入了一个复杂的，必须是你自我活了。嗯，那个你看李世石不行，他非要断。嗯，然后要活，什么都要，他什么都是他的，都是他的啊。那是这个角是很难吃，不好吃。对，但是呢，你这个白棋这个也很那个什么，我这个第一感就是断嘛。他很想断他，就是要断呐。如果断的话，你大概只有这样，对，就立下来吧，对对对对对，把这吃了，对。嗯，现在你看这个白棋的，这就要拼那个死活了。嗯，这个我算出来的结果，你好像白棋你杀黑棋杀不住啊，杀不了他，怎么杀呢？是吗？那我试试，你试试，好，我试试，对，我走这个。哦，你可以先团到我试试。是啊，是吗？这个有点。啊，团到我不行。不，我还那个什么。那我就先咋吃呗。不不不，好，可以可以。吃是。好，可以。嗯，我这个次序要把它下好，我先打吃。打吃，粘上，对，是。啊，那您粘上是吧？对。然后我再拐一个。不，这个不行，这个他这个要那个什么。啊，他来不及。啊，对，这个黑棋，这个白棋要死了。他被断到一下。白棋要死。啊。哎，你这个。这个下法呢，他你拐的时候，他随时断一下，再一团，这个棋白棋麻烦了。那白棋只能铺一个吗？不不不不，铺也不行了。这个时候最佳的，嗯，最佳的办法我们就省略了。嗯，最佳的办法只能是这样，打吃，对，粘上粘上，对，只有这个。哦，这是最佳。嗯，这个是个偏招。嗯，看来我刚才没摆对。对对对，就这样，只能这样，只能这样，这样是最佳。但这是个双活，双活，对，是双活，对。啊，但是他呢这儿能够打吃，之前打两下。别的变化还很多，可以去补一个，煎一个，煎一个，这个大概是一个正解吧。嗯，那如果下成这样的话，跟您刚才摆的那个变化图天差地远了。现在里面是双活，但是黑棋走到外面去了。对，原来是这个弃掉，白棋要那个。嗯，现在是白棋是活了。嗯，但是黑棋在外面了。嗯，一来一去呢，我觉得我宁肯要那个。那是。是吧？对对对，哎，这个呢，我要是我算，我还千辛万苦算半天，终于算出个正解，也只能如此。你要走别的话，那都麻烦了。还不行，别的可都不行。嗯，只有这个呢是个双活。嗯嗯，这样的话，那就形势那就另外一回事了。对，嗯，他这个棋，他没有这么下，因为我觉得很奇怪，这里为什么柯洁不断吗？是柯洁应该断。对呀，啊，他怎么不断呢？嗯，是啊，柯洁他是哪个地方能够算？他觉得哪里是哪个环节他？他我这个因为我还计算到底是哪个环节有问题，我都问问他啊，我都问问他，我没见到他本人。见到他的时候问，见到他我问他啊，这个棋他是他怕人家跟他打劫吗？不会吧？那不会，那不会。啊，对，打劫这你说穿完之后你铺完再走，他那是加一个，那白棋坏了啊，那白棋更坏，那更不行，更不行，好吧。这个这可能他觉得是不是这个也
他觉得这样也挺好，也挺好吗？但是我觉得肯定没有刚才那个变化没有那个好好啊。吧？对呀、啊，这对黑棋来说不就这儿多了几目棋吗？但是外是，面薄多了。对。但是白棋唯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待会儿做活的时候，他需要靠这个一路搬来做活。对，那个又是一个死活问题。是，人家这边都是先手，这一总带都是之，先这个手。棋，这个作战呢，我觉得有出。李世石也嗯，是跳出来了，现在。非要在这个地方，就非要给他作战。其实他可以转身，但是他这个柯洁呢，有个机会断下来。那个变化虽然复杂，但是经过计算，我觉得那样的话，黑棋胜算多。就走成刚才我们那个变化，觉得挺好。现在呢，当然也不失为一盘棋，应该说，你这样走出来，他跳出来，黑棋即使如此，比那个转换，白棋那个转换是已经，不如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是白棋对，就比不如刚才那个转换了。刚才白棋的转换是把这个冲下来，然哎，后对，这个子尖弟到断角到外面，上，尖到角了啊。角是弃角。现对，在呢，这个白棋这个也有负担，是啊，白棋外虽面然也不活是很辛好。辛苦苦活了角，两边都要了，嗯，但是并不合算。是，下面呢，黑棋是走的这个他靠的，靠一个，嗯。这个柯洁这个靠一个被他点了，哎呦，他是点了之后啊，那个。这个白靠棋点，并没什么好的，原来是点是就先手，你这个靠是不是要靠？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他好像想往那边走，就他觉得如果说让白棋，比如说在这一带走一个的走话，一个，他不舒服，因为啊，那边形势起来了，所以说这一带选择看起来还是有问题，有问题，本来如果说和黑棋外面厚了的话，他就不需要担心白棋往这边走棋了。现在这个。那要这样的话，我觉得你这个就先直接飞一个，以后冲这个也挺好。现在他靠的这话，白棋可以也可以不动进，就单跳一个也可以，单跳在这里也可以，单跳一顺着走慢慢走也行。个，他是直接就要，他下的现在特别狠，下得狠，这个他们的是棋都是以狠著下得比称较的，紧。对，这棋都这下的个都是两个人的风弦绷格，得很尤其紧，是李世石，他这个棋，这个下。跳一个在这儿，下得挺紧的，是的，那黑棋肯定也不能退缩啊，如果你现在退缩的话，那这个靠一个干嘛呢？所以他必须得。断一个，对，跟这个人比较强，战啊，在这是，儿，这个棋走在这里，他呢，白棋往回啊，贴了一个，贴一个，但是这个打一个有点不舒服吧，白棋，这个打一个不舒服，打一个太难受了，接上，然后黑棋打吃，对，白棋冲回来的冲时过候来，呢，黑棋下到外面去对，这么一个转换，白棋把两个抓了，黑棋走在外面了，谁便宜呢？不好说，不好说，对，这个棋，我觉得黑棋好像也不见得就便宜，因为白棋提交两个子很厚，你这里虽然有冲断，但是它一粘就两个眼看得很清楚，但是这边多了两个子，对这个以后这儿有点对，影有响。点关系。但是呢，如果这两个子被断，还是掉的嘛？但是要是我白棋，我可能就跳一个或者您觉得跳一个走比较那个，好这样吃两个，但是又是个先手，我还说是您偏向于黑棋吗？您觉得这一代的交换？偏向黑棋吧，偏向黑棋，稍偏向黑棋。但是白棋它也活透了啊，也也活难透了。讲，反正要看接下来的棋吧。好，这个棋就现在先再走完告一了，段然后落。白棋跳一白棋个，跳一个，对，这是明显的一个大棋。因为你中间粘上了嘛，就觉得那边就有点显出它的宝味来了，所以对，再跳一个。是的。那黑棋尖冲，然后白棋挡一下。这个挡一个我就不明白，这他是挡一个再爬，为什么不单爬呢？不知道，不知道，又在问柯洁了。对，对，这棋普通的下法，如果说想在这边下的话，是不是拖一个？那个现在来不及吧？现在走不着是吗？现在我理解啊，他如果你
现在是黑棋黑棋尖冲尖冲，如果你单爬一个，对，也许是不是再长一个，冲一个，他就冲了，冲你大概是要挡住的，嗯，对吧？因为有个冲段，那，嗯，个冲段可能现在断不见得，他拐一个吧。他拐完了，他打算直接断上来。断征子有利，他有个征子的一个这个可能是他的想法。嗯，你现在征不掉了。对，待会儿要小心，白棋这下得团啊，他得找个机会得赶紧团掉，要不然的话这块棋生死问题。啊，对，那个这个角上的变化也是挺有意思的，嗯，一会儿我们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呢，我估计是这个意思吧。嗯。中王拐一个，你再粘住的话，你可能不太好意思。你长的话我就断在这里。嗯，所以那个尖冲可能是这样。那么现在呢，他就是尖冲的时候他挡下来了，直接挡，那还是有冲啊，冲断呢，他再走完这个再爬的，现在是该黑棋走，黑棋再冲，是吧？对，冲，黑棋冲了。对，那么我理解可能就是这样。柯姐啊，我没问他本人，现在你挡他断当然是那肯定是要断了的，那不用所以这个时候他既然走这个，他要跳了。对，这其实是跳一个。那么这个时候如果黑棋继续走挖一个，我觉得不要长一个，不能打，打了之后他一粘你这个就死了。单长那黑棋贴出来，对，再扳住，对，他就算了，这两个子我就弃了。哎，这样好，这样的话，白棋还可以。这个黑棋也并没有特别的有利手段。对，这个走什么呢？倒是扳不断，确实。你只要断不了我，就我走哪边都断不了。哎，对，这是柯洁的，可能是他的想法啊。嗯。我猜测。那李世石应该是这么下的，如果你挖的话，他就长一个。嗯。对，走不动在这里。对、嗯，这个李世石他会长的，那柯洁不同意这啊，肯定不能这么。这样我猜想是李世石就是这个，他这一尖冲，李世石要这么轻处理啊。对。那么现在，对。黑棋他不肯啊，非如果你这个走这个，那我这个就来就行了。这跟刚才不一样了。对，如果再长，我踢过来正好把你弄断。就有一个子借用就不一样，就非愣给你割断了。嗯。就是这样。嗯。那么这个棋呢，他为了防断，他走一个这个，其实这个也够狠的。那么这就大家看啊，这就是贴出来，大家他是要分段转换，他居然这么冲断，胆子也够大的。他觉得你这个脚，我这心位就这样算了。一般人不敢这么，不敢，一般不敢。嗯嗯，这个有点狠。那看起来刚才这个中间白棋这块棋还是挺薄的。也挺薄，嗯，是。那这一带既然能下成这样的话，肯定是有薄味，所以他没有办法才能下成这样。那是。嗯。现在是。现在白棋逼了一下。白棋走这个啊，嗯，这个胆儿非常大。对。啊，不能飞脚，飞脚他拆二了。现在这个点三三，这个也不得不防啊，否则点三三了，嗯，这两个交换也都比较普普通通。这个是不是要点一个？他先走到这儿。哦，把那个就脚给。对。那个脚当然是非常大的，非常大。嗯。非常大，非常大。否则被黑棋补一个的话，那就实地化了。对，他这太心疼了这个木。对，这个不行。嗯，然后中间又大飞刺一个，对，接上。然后回到这儿去立下来，这个要立，这个不能现在目前来说不能随便挡，挡了被他挖粘之后呢，搬粘那个棋吃不掉。嗯，他这个立先手嘛，这儿还能渡回去呢。挖就是你一挡我一挖粘，你粘这个不要这个，那我这搬粘，吃不掉。对，是的。那么现在黑棋，现在黑棋挖一个啊，黑棋该走这个了啊。啊，因为人家已经补了嘛，你再不走，人家加下来要吃你了。是。他这个挖粘等于说先手把这个挡下来补掉了，现在。对。又挡了一下，在这。挡了一下，补个角，嗯，是吧？对。这样就算定型，那个地方算告一段落啊。嗯，你要说这个棋，哎。您觉得怎么样？这个棋白棋好像，一判断还可以。从进程来看，除了这个脚上可能稍稍吃亏一点，稍吃亏，他居然地方那个让他下来，居然也没损失太大。对呀，啊，还行，他还是保持着这个，这个自己的那个优势，那个进程，嗯，还可以，因为前面这个黑棋吃亏了，黑棋吃亏了，嗯，对，
那么现在该黑棋，黑棋是不是要打入？这个是要打入。不打入的话，如果都给他成的特别好的话，不赢这个棋。嗯。没有赢。对。然后这个棋呢是靠住，啊，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挖粘关键吧？挡住，这个定型搬一个，对。拖。这个拖，我觉得应该叫吃一个。单打吃。单打吃，嗯。哦。单打吃好像应该。这个拖单打比较好，嗯，单打你粘上我粘上的度过挺大的，嗯嗯，这么定型好。现在他是被这样走了，这样呢你不能再，你要断的话不同了，你这一怎么这个就麻烦了，嗯，这一叫一打劫，那都是劫，这都是粘都是劫，对，这就麻烦了，嗯，所以这个不行，这个棋啊。他拖的时候啊，嗯，黑棋拖，拖白棋搬下来了，不能断了。对，嗯，对，黑棋就打出来了。打出来，那这个时候这两个交换没啥意思啊，你要单打，就是吧？单打觉得亏了是吧？对，走着一下，然后他踢掉。踢掉，对。白棋长一点。白棋这个很凶啊，这个凶，对，这个下法很凶很凶。他意思是还瞄着你这块，不是这一块，这块你还没好。是啊，是没有好。回头我虽然要用这个扳，但是我可以接一个阻断。白棋往下蹲一下也行，就全阻断了。啊，对，反正我就走一个就已经阻断了嘛。对对对，黑棋现在黑棋白棋这个下法很凶，然后他也是大规模的，嗯，气魄很大。那我都给你卷在一块儿，他这个是厉害，这个好，嗯，打掉团打。对对对。然后靠一个，靠一个，黑棋搬，是。刘老师，他这个搬是不是能考虑，比如说往前走一走，跳一跳？因为觉得搬完了之后，白棋连的特别好，就像实战这样下的话，人家不是都连上了，这个断不掉的话，好像也没办法了，这也没办法。他这一块要麻烦的，这一块，哦，这一块黑棋。其实你白棋分段，我都想这个能不能分段它。你想白棋下的更狠一点是吧？哎，你其实分段它都有可能。比如说之前这个啊，嗯，比如说到这个时候，嗯，你在这里，如果在这里走一，在这里走一个，嗯，现，假如啊，是吧？就现在这个时候吧，就可以。这个时候吧，黑棋。黑棋啊，黑棋不是，哦，是那个什么吗？您是说白棋是吧？啊，黑棋搬的时候啊。哦，白棋靠，白棋靠，行，哦，黑棋搬，对，这个棋是顶一下，你又吃它，能把这个吃掉。您就想先手让它连回去。我怎么觉得这个棋怎么你这块还没有活啊？那逼黑棋连回去，比如说黑棋要走一个。不，黑棋最强的就是搬，也就是搬搬一个吧，搬粘，搬粘是先手，是吧？补一个。哎，对。然后飞过，对对对对对，爬一个，飞过就反正怎么着都过了，反正过呗。但是你不走我这儿往下一砸钉，你肯定都不行了。对，那你再回来，要这样的话，嗯，那那边如果再连回来，那黑棋这块棋麻烦了，有点麻烦。黑棋可能是这个白棋敢不敢这样？他没有这么下，嗯，没有这么下。其实这个。就是这个时候黑棋很危险，确实不太好下，很危险，哦，嗯，白棋长一个，长一个，不过也是也是他好，嗯，他加一个，加一个，哦，嗯，这个他这么也不拘你走了，这不过这个地方还是有断，对，嗯，对，黑棋还下挺狠的，他先把这个虎掉，对，哦，然后白棋把这个吃掉，挖吃掉，这个地方这个里面肯定是有棋的，嗯，哎，他得补一个，这是。正当防卫，然后虎一个，对，这挺好，挺好，挺好。下成这样，下成这样。嗯，黑棋又飞了一下，他可能这个棋形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下。这个棋就是说白棋可能有优势感觉了。对，你这儿破了一点没关系。嗯，他你要是这么断的话，他这么吃完有一挤啊。这儿也是真的，黑棋那个变化就不摆了，因为那个棋黑棋也不行，他就嘟嘟嘟一打一挤，你一粘他一立，并不好黑棋。对，是的，虽然吃了也都不行，但是这个中间还有断。嗯，现在白棋是比较强，不是要守住下面吧？是，白棋就是这样下，白棋靠一个，靠一个，我把下面守住，他觉得控还挺不错的。
然后他刺了一下，街上，嗯，啊，黑棋把这个粘上了，粘上了，粘上，然后人冲过来，哦，他肯定是觉得不粘这棋也不太好，他不可能说粘上没看见人冲，对，可能是这不可能，他如果往回连被他叫吃一下，这个棋不赢了，也不太好，嗯，不赢，对。然后他是占有点拼命了，可能对他想拼一下，嗯，对，他搬这个考验白棋一下，白棋就夹住他，在这对他这边也不断了啊，嗯，断也没用，断他就接上嘛。这两块棋杀气也可能靠一下就行，哦，杀气是不行了，杀气肯定杀不赢，嗯，他主要想那边想出点棋，是的，嗯，是的，白棋挖一个，挖一个，嗯，那就你要打他做劫，黑棋挖，他来个狠的，对对对对。哦，那这个不太好了，不行了。对，你这个吃一个是吧？对，吃一个它就粘上，这看得很清楚。这个棋呢就已经不行了，因为你这个棋如果这样啊，它打吃。对，这样粘上，我粘上。这样它一棋，这不还有个靠断吗？不，它这儿一立，你这个就已经，啊，这个就不好办了。这怎么什么？啊，这个这就很难办。做眼它挤完都想，这还是中间。哦，啊。嗯，这黑白棋底下有度过，上面有靠断，嗯，这所以你也不这儿根本就不行，已经死了，嗯，啊，这已经先死进去了，所以黑棋肯定是不行了啊。对，所以这棋最后就是下到这样的时候啊，就是下到白棋粘是最后一手啊，就认输了。这个他后面再那个再顽强的就受痛苦了，对，他就不愿意了。这个主要是前面的。前面的这个问题是吧？哎，没像您说这定式一样。这个地方其实作战后来稍微有点勉强，柯洁主要想试一试，搞个胜负手之类的，最后也没成功，可也就算了。嗯，对，哎，他这也是符合柯洁这种行棋风格。这就前面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别的机会，这个地方我觉得打一个，嗯，可能那个时候收控还是个机会。哦，可能后来你要就一直这么，嗯，拽着进攻，就胜的概率就是个小概率了，就对，嗯，就前面刘老师说他这个断一个是一个机会，嗯，对对，啊，可以把这个形势觉得这挺不错的，是我总体来说这盘棋还是李世石发挥的比较好，对，但是这样就下成2-2，嗯，对，那要看第五盘的这个决胜局了，对，好啊，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